这走啊！哎呀，眼瞎了！你干嘛呢哈？啊？去哪里哈？我给你报了个瑜伽班呢，你不是颈椎不舒服吗？好点了吗？没好。人家说做瑜伽会有助于那个颈椎好的样子呢。哎呀，你跟爸爸过来跟你玩，来来来来来，快起来，收拾收拾，咱去看看，你看能不能做？你要能练练瑜伽也行。妈妈，你也敢去啊？你拿我老妈妈去的。哎呦喂，你给我试一下子，看看合不合适，合适我也给你报一个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是不是啊？快去，给我打扮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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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腿老胳膊啥的都疼痛了。不要怕，你也不打，是不是？这个大牛啊，都不都洗的搞我哈，把我鞋都拆掉了哈。你去不去啊？你去不去啊？哎呦喂，哎呦，喷瓷是不是？啊？走走走走走走到哪了？太阳我就不去了。去到湖北菜市场呢，你跟陈颖两个人。下午抽一小时时间，七点半就过去，啊，练一小时，舒舒服服到家洗个澡，舒舒服服的哈。你天天在家里也不动啊，你不也嫌胳膊疼腿疼的？哎，岁数大了，肯定多余这个。就是这，你等下跟妈妈一起练啊。你会练吗？你会练个蛤蟆功？你会？哦，认都认识。没事没事，进去吧进去吧。啊啊，你看看，你也练练，你看看能不能练，不知道？啊。我看我连不了了，那等吧，去吧。他忽悠不懂。妈进来啊，不能坐这个。妈，你还是把人去跳广场舞吧。不是，你也体验一节课，你也试试。不行，再那个，那啥。干不了。不要害怕，先给陈鑫挑一身瑜伽服。这个就穿这个小背心吗？嗯，对。我出去了，拜拜。要黑色还是要这个颜色？你给我出来，小刘，出来，出来！你刚才不进来的吗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快走，快！那你出来进去干啥呢你？你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人家这是小丫头做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们男孩子我们要出来，知不知道？哦，出来吧。那你不是知道吗？那你还往里面跑什么哈、啊？因为我还小。陈曦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啊。能也试试啊？啊，你试啊！我在外面等你，我有男孩子我就不方便进去了啊。拜拜，你也练。里面都是女士，咱就不进去了啊。第一节课估计一个小时就好了，咱就坐在外面等等。下楼练收。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挺好的啊。你肩膀先放松一点。啊，那就行啊，那就效果不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你多练练，我给你报个班。阿妈在这儿闲无聊，带妍妍去逛超市去了。下你俩一人多少岁人练的呀？就妈过一百，没有。你就想带着阿妈练，哎呦呦，疼不疼？我两个人不是多少岁的。真的啊？真的。
那你加码，你这次加码说服说服的。有个五十二岁的。啊。你回家跟俺妈商量商量。人家给你买到瑜伽服。他有病啊！那你减减肥，瘦瘦身。那拿你脸瑜伽的嘛？你给我买点那什么？那跑步锻炼腹肌，你正儿八经的，把肚子瘦瘦，脸，哎，有没有瘦脸？你给我瘦瘦，咋的哥？专瘦脸，脸胖不就显得人胖吗？我在下面等你，等一下啊。你瘦了，脸就瘦了。走走走走，回家。